好啦，你拿不太高。真的耶，这边该不会只有一台吧？啊，点一下应该就出来了。有啦。哎呦，捏一点点，捏一点点应该就出。对，不如。啊，靠腰，你帮我加多少？出来。哇，130。有点不太便宜。刚才熊熊吹喇叭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讲这句。上次阿轩讲的那个熊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很会吹的熊熊，还是有什么其他卡通之类的。对，然后今天是星期五晚上，我们跑来熊开心。上一次来好像是四月初还是清明节那个时候，跟科技哥他们来。周末不知道会不会比较火，好像又挺多新东西的。你夹皇阿玛了吗？没。等一下来试试看。哎，这台现在没有挡板，我来试试看，然后决定。隔壁那是什么熊拍包哦，哎，熊拍收集者，小包包，有了，黑猫白猫，夹得出来的都是好猫。那皇阿玛是不是蛮夯的？还是有养猫的才会夯？出太多。好像飞机杯哦。真的有这样子。有，差一点。我捏绿帽。真假？真的。你能不能从后面的出来啊？还是应该叫不能挑款。那榴莲就四月四十。哎呦，跟人家致敬一下。哎，为什么这样收不到啊？重点是他不太得手，而且又顶，看一下。那收集棒球队的吗？如果包到头，应该有机会翻。我本来也是这样想，我想要让他喊这个，很翻啊，翻几下。报道。有了姐，你看感觉不会出的门。那你绿帽、黑帽、黑帽、绿帽。有了，哎、欸，差点，接力接力，不准打了吗？就是他顶到还是会收，就变成刚好捏薄一点点。对。喂，喂，可以装那么小吗？喂，喂，来了啊！喂，你们又多花10块。有了啦！哎，大奖！保龄石对不对？不要了啦，这个枪位好像不太稀了。我刚才就是这样起来的。哦，你帮他拍好了。你说就是清你的垃圾鱼。啊，那爪具搞不好包脚不会做啊，这爪具太大。我知道上下各一爪应该拉得起。哎，有了，都注意啦。你真的有吃过这个吗？因为上次他们也给我一箱，我怕超难吃的。啊，如果加还有好几个，已经要出了，你要放？直接收就好了。看不到。不接力吗？我看你是不太想投了。抓后面的青蛙，他应该可以把它推出来。喂。喂。准准的。哎呦，好像是哎、欸，太不太好。可是他又会推回去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么薄应该有，并没有。哇靠！他就是很顶。我刚才也是看到很像，好像是这样，是不是这个陷阱？完啦！我拉紫色库洛米。他真的是……哎、欸，为什么啊？他超级也不太好入手、啊。喂喂喂！包累，你说这边吗？应该可以哦、喔。这边再进去一点，再进去一点，再进去这边。对，这边吗？好像不行，是捏不到下面吗？看到一个，做一个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要做一个，真最后一个。
这台很恶，对不对？我刚才很恶，很恶，可怜了。很麻，很麻。你这个位置放掉也是有觉得你有那么干，好可怕、啊！操，不打，你还要吗？不要啦，都好硬。抓交替了，抓交替。他这样会顶啊，他这样会顶。穿起来还是奇，对，穿起来其实没那么奇，是吗？燕麦芝麻，不要那么容易吃啊。打左，右边那一才是成功。是努比的，不知道什么。那天吵架多了。不要，他那个跟上次已经不同了，差太多了。而且有在抽奖，应该还好。哎、欸，是不是要退才比较好吃？嗯，没错。这样子好像有点难。好像快饱了，我刚看已经投快200，差90，对吧？受饱了，受饱了。高中线应该会卡一下吧？它中间是有环的，它中间环是没有拆开的。你现在是打算要？你现在是真的要做保护了？抓，不要。爆夹啦！一打玄武金额，我试试看，好像，哎，可以哦。哇，直的不会卡。哇，这根本也是一种大长口。嘿，嘿，嘿，哇，哎，只剩这个。这个把它弄好，弄好了。欸、不要，不要。哇，超酸的，两个就两个。喂，哈哈哈哈哈！我想太出来，知道怎么夹哎、欸。他跟我那天夹的那个一样，就是要让他算是很。丢到正面。嘿，这感觉过不了啊！这个天地超鬼的。喂，喂，喂，想会转转。宝夹能不能做个什么大事？靠腰。我让他溃烫。哦哦哦！哎哎，但是这个是宝哎。你干的什么？哎呀！哦，幸好，吓死干！看能不能抓一坨。抓一坨感觉是有点难的，可是应该是可以稍微把它往这边拉。抓一抓。哎，好像游戏哦。哼，好笑哦。金娜兄弟，靠呗，完了。可是那边行吗？我也很好奇。喂，干嘛拿不起来？那个拿太高了。那个拿，你说拿的吗？对。太勉强了，这高度太可能要稍微斜一点，从中拉中间看看。对啊，这高度好像有点勉强。有了，
考虑做一还行，我就别，我就别。脸好像怪怪的。全包外丢。他摆这么空，又没有传奇那么有力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你可以去换点。好，我去换。好会丢，感觉看起来不难。对啊，我感觉。哎、欸，新的都很丢。看能不能倒抓。这我也没办法补位啊。不是刚好两排。算了算了，打不下去。你居然没有要收集，枕头你都假的，太女生了吧？还好吧，感觉很女生。哎呦，抽不起来。哎呦，好妖！他转移到底是给多肉啊？哎，不是他连那一层都抽不起来，是怎么打？会拍吗？我看爪子会自己往前。放弃。三重，你去北市还刁钻呢？590，你快出来！不假的，途中没人要吃海鲜是不是？摸到翠秋了，可是他不动。难道只能去泸州玩？哎呦！怕翠秋，太好笑了。然后真的是玩收一碰到板子就。就没法走了。哎呦，捏到熬。看，又玩收，对，就是玩收，他就顶到弹性。再快一点。哎，哎，有了有了。哎，握手，握了一个手。歪了。稍微转一下就不行了，有了，算了，我来试试。你还要吗？试个习惯。我已经准备收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本支影片抽奖，按赞、订阅、留言，抽奖资讯说明栏。对，我觉得这就打完了，大概打了1000出头吧，这里面大概吃了三个饱。有两个是减啊，减饱。可是我觉得，就大家还是要挑一下，就是不要挑太想打的打，太想打的有时候就是难。像刚刚那个库洛米包，其实我根本超不需要，我家里还很多。再枪位就想去试，就干这么夹就夹不出来。然后那个拍数就是有点怪怪的，就明明在枪位，可是你就是把它弄不下来。你捏到一点点，它就弹进去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就大家。小心挑彩吧，没那么有把握，不然就打零食。零食应该算比较好打吧？你那个两箱墨鱼饼，大概墨鱼饼算简单。那就这样，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按赞、订阅，感谢收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它有时候会有裂掉、断掉、虚虚的，就是你明明应该是要勾虚虚出，可是没有想夹娃娃，真假的？我不想夹，因为娃娃太多了，每天夹一句又不知道干嘛。好吸哦，自杀花田，这是阿华田，这是真阿华田哦，这是真阿华田，这 是真阿华，我休息快一个月了。快出来，快出来！好玩了，再用吸也把它吸出来。靠背，吸啊，好好的。追不到了，啊！你看，好吧。
不懂这个要夹哪里？就是这个，下面。够强、啊。这扣腰这个技术，怪胎的夹，来这吗？夹什么？哎、好恶心！不是他得能让他怎么夹？对呀、啊，不要了，不要，不要浪费钱。就感觉是刚好走位不对，不然应该是可以。他感觉枕头都抽不起来、啊。对。对。惨啦！对啊。保了，看能不能一出。哎哦，这个好舒服哦，我等一下想一下。它是入下去之后，它会一整撮哎。还是直上直下啊？不能顶到，入手很难。对啊，换这个好吃的。拿起来。哦，舒舒服服。哦，还是哦，不然一次出五包，给你一片。不好入手。很没想象中怎么。哎呦。哎呦。舒服啊。舒服啊。都舒服啊。对。甩不太进去耶。为什么他也没有爬爪？胶补吧，胶补完这台。收收收。上面其实也是可以，只是上面你要找一点熟，好像很难入的。觉得下面的爽度比较高啦。好快的拍哦！哎呦！哎呀！哎，抱起来真的是。可能要有个角度，不然他永远都是一直倒在前面。没错，哎、欸，好像饱了。饱了饱了，还是你正门试试看。我很怕他捏一个角就出来了。我也是这样担心。那不然你捏下面吧，就抽下面平躺。可是应该还是会顶啊，可是你可以一直试。哎呦，哎靠，靠边。那至少出来一点。被巧克力垫了。哎，对了。我没零钱，哎，我要上门打听啊！啊，直接对呀，趁人之危。记得趁你之危抓。不行哎、欸，没差一点，好像要更外面一点。刚好也是那一爪会点到。我们不要旋风爪，还是不要执着在下面的。哎，旋风爪。什么？有用有啦有啦！哦哦哦！哦哦哦！有舒服到？满意了吗？满意了，看起来不太满意。我没有，因为他刚刚有吃到一包。可是这四十五度很诱人呢。感受一下。对。他好收哎！你再推深一点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结果竟然是为了巧克力加码。